就系薪火相传嘅证明。欢迎小朋友，欢迎呢两位小朋友。我覺得那些佔中人士很壞，因為他們不讓中西區和灣仔的小朋友上學，我覺得很不公平，希望他們會快點讓條路給我們上學。那些人說和平佔中，佔本身是一個霸的意思，霸即是一個貶義的意思，但是他們還是要加個和平下去，根本就不合理。快啲清場，快啲走！快啲清場！